哦，你说你跟爸爸也是在庙认识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有印尼血统，可是我是在澳门出生，然后到12岁左右再来台湾。我是台湾人，我妈妈是印尼的。对，是印尼哪里的？印尼三口两世的。妈咪是哪里？澳门跟台湾。食物会啊，想啊，就特别会去想要去找那一种港式饮茶。我妈是越南人，然后我爸是台湾人。在剧中的角色是那个，因为我妈可能跳出风格，所以我来帮大家完成一次新作品演出的剧，然后我是那个。